最近有媒体拍到了陈凯歌在街头的一些照片，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。虽然照片中非常模糊，但仍旧能够看清当时和他一起出行的还有他的妻子，同时还有几个助理，而且当天他们的打扮都非常的低调，也许是不想被人认出，也有可能是毕竟他们的年纪已经大了，所以穿着也不会特别的夸张。不过令网友们注意的是，他和他妻子感情是真的不错，只见两个人在散步的时候几乎一直都互相牵着对方。在一张从远处拍摄两个人的照片中，可以看到两个人胳膊挽着胳膊微笑着前进，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，平平淡淡的美好也着实令人们羡慕。其实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，其中陈凯歌是一位导演，他是一位非常努力的人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，而他的妻子则是非常优秀的演员，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，并且他的妻子在年轻的时候，他的颜值也是非常的绝美的，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。之前就有人在其他的地方拍到两个人的照片，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恩爱，未来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这样白头到老吧。